哎，你的小钓鱼，你有钓到吗？你刚刚有钓到吗？这个水，夏天，夏天我们才会加水玩。现在天气还有点凉凉的，还不行加水。我要加水，我要加水吃呀。不要加水吃呀。加水水呀、啊。加水水吃呀。吃药。为什么要吃药呢？你君君又没有生病。对面有一点那个轮胎。都那个声音，都肥肥头发，都出来，都肥肥头发肉。今天睡到7:45的小眼睛。哦，妈要帮你看一下个图片，妈要帮你看一下。帮我看一下。帮我看一下。嗯，然后嘞，你要看什么？妈咪赖到8点才起床。你看这个图片，你看这个图片咯。嗯，看这个图片，嗯。水水，这里面会有水水啊。夏天很热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玩这个加水玩游局，玩钓鱼游戏了。现在不行。天佑君早安。再见。小永群自己挑的面包，这个看起来黑黑的，是竹炭，竹炭面包。君君，你觉得好好吃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挑的面包，上面的须须都掉了啦。配摸奶奶，嗯，那里，那里，嗯，要配着喝啊，要不然太干了，嗯，摸奶奶，君君啦，摩奶奶啦，喝一点，要陪摩奶奶喝啦，它会长高啊，不会长高，陪摩奶奶喝就会长高。这被子有没有翻面啊？翻了。永群小朋友在吃水饺，吃午餐。嗯，今天的午餐是婆婆包的水饺，超好吃的水饺。嗯，筷子是拿什么用的？嗯，夹肉肉用的。我们要吃完午餐，睡觉喽。刚刚在打哈欠了。
心情好就拿出来。用筷子夹，这个比较还没熟，还没熟，怎么说？这个没这个熟了吧？熟了吗？熟了。今天一样有饭饭、菜菜，我又被你挖到了，我现在都知道了。哎呦，掉了！掉了！猪肉跟豆头皮藏在下面了。期待这个嘉年华会，但是半路上一阵强风把他头上的帽子吹掉了。艾拉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真是不敢相信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”艾拉找到他的朋友的时候呢，雨也差不多停了。我们先玩什么呢？艾拉问大家。结果呢，贝琳达跺着脚说：“我一定要赢得一只鹦鹉。”然后呢？不可能的！你看，是鹦鹉在这里，那个游戏有人在控制。安琪说：“
然后安拉说，试一下又不会怎样。费琳达赞成这个说法，没错，借我一枚硬币吧，可以吗安拉？安拉问说，你的钱呢？费琳达回答说，花光了。然后呢，被艾拉勉强递给费琳达一枚硬币。费琳达说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希望你的硬币被我浪费掉对吧？那么幸运帽也借我。然后把幸运帽子借给费琳达了。嗯，这样好吗？拜托你啦好不好？费琳达哀求着说。哦，好吧。然后呢，费琳达去排队，法兰奇和艾拉他们玩妙妙哈哈镜。你看这个镜子，哇，艾拉倒抽一口气，我变得好大，他在镜子里变得好大。然后迪奇笑着说，你们看我的脚好长。哇，然后呢，在户外的鹦鹉先生开始收拾餐子咯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今天要结束了。他说，对不起各位，鹦鹉不喜欢坏天气，因为下雨咯，要下雨咯。贝琳达觉得很扫兴，你看他决定花掉艾拉借给他的那枚硬币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吗？还有啊。然后呢，他去坐一趟摩天轮。这个迪奇问说，哦，贝琳达呢？马兰奇往上指，你看在上面，贝琳达他的帽子被吹走了。贝琳达的帽子被吹走了，哇，我的帽子飞走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要去找他的帽子啊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再继续了。还有妈妈，因为今天这边就好了。哎呀，掉了掉了，还有了。还有还在我们正念最后一页啊。嗯，吹走了帽子，还要去找我的帽子。哇，结果吹吹吹吹到海上去了。然后艾琳贝拉跑跑跑去找他的帽子，吹到海上面去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嗯，你好久没看到小青蛙。什么口味？什么哪个口味？嗯，有这个口味。嗯，那个是什么口味？是绿豆的口味。是绿色的口味。那绿色绿豆啊。嗯。哦，原来是绿豆口味的。那红色是什么口味？一辣椒。啊，辣椒口味。嗯，妈妈不敢吃。对，妈妈不喜欢吃辣椒。我喜欢吃辣椒。你喜欢吃辣椒啊？嗯。你跟芭比一样喜欢吃辣椒啊？嗯。啊，躺好了啦，你半个身体都在外面呢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君君，君君，好了，要睡觉了，去睡觉了，君君。你要狗围？没有狗围啦，你狗围放着。你要？你要？你要？好了，小君晚安。你要。喂，不必。芭比买给你的书。你知道要怎么玩吗？你知道要怎么玩吗？对，玩贴纸。然后看看找找看有没有一样的。我找到了。你找到了，我不大多久久，你好短，好短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好长是不是？对了，是一样的。
哇，君君其实很会贴贴纸，对不对？老师说你贴贴纸都好厉害哦，都会对得很好。还有什么是一样的？那你看其他页。